了啦，我是一个萨尼耶，不要这样绑我好不好？我干嘛？欠你钱啊。得得得得，这把玩谁好呢？哎，每次输一把，我就想要先把一把打回来。那我只能拿出我最强的那只角色了，各位。萨尼，当我选下萨尼，我只能说没有任何输的可能性。哎呦，萨尼这个角色真的做坏了啦！没关系，你们看仔细就好，你们看仔细就好，我多说无益，多说无益，好不好？你们就看仔细就好。我选出这角色要怎么 carry 这把游戏？这版本的萨尼不能再出王者剑了啦！之前是真的可以出，现在不行出了。现在那个没有系数啊！现在那个王者剑的那个200物攻，他萨尼大绝没有系数啊，剁不死人的。现在萨尼大绝就是乱剁，有机会就剁，有机会就剁，有机会就剁。那萨尼可以跳，那个二技可以跳一步，那差很多哎、欸！你们不要小看那跳一步哎、欸。累，我的天哪 ！Holy shit！ 怎么有人那么强 ？Holy shit！Fuck！ 不要死！不要死！不要死！不要死 ！OK， 没死。哦，可以吗？完了，中塔我来守护。OK， 守住。开转。可以啊，奇尔来了，奇尔来了，这边可以打。还在秀，还在秀，给你死！这地方视野要给队友啊，他们去吃龙了。我操，在里面好乱啊，画面好乱啊，主办单位要不要管一下，画面很乱啊。干、欸、主办单位要不要管一下，这个这很小啊。下路抓到。OK。带走，我好痛好痛好痛，一直被点好痛，我是真的有点扛啊，选出角色出来就是没在输的啊。各自纷飞，
哦不，插不到。啊，没插到他。哦，我长生护符买了哦，可以更浪了一点，可以更浪。哦，完了，完了，走错了，可以更浪了一点，里面蹲八百个。完蛋，完蛋，完蛋，完全没得打，完全没得打，完全没得打。哦，这齐了，我操！有人来送 ，OK OK， 捡到宝，捡到宝，有人来送。我们多一个人，我们多一个人。啊！我们有人去送。先打人，先打人。可以打，可以打。一波了，一波了，一波了。我了啦，我是一个萨尼耶，不要这样绑我好不好？干嘛？欠你钱呐、啊！归于真正的王者。可以吧？可以吧？姐姐，啊？你在想什么？单杀！啊，劈错边了！哈哈哈！靠，这次绝对是老扛宝了，好不好？那样选这萨尼不可能输啦，老扛宝哎、欸，37.8%，我就是俗称的老扛宝，直接把这整个团队扛起来，扛烂。Oh,